对话二，你得了多少分？这么快，这个学期就结束了。是啊，时间过得真快。期末考试，你考得怎么样？有的还可以，有的不太好。你呢？各门课是不是都在90分以上啊？只有综合课得了96分。口语呢？不到80分。听力呢？不好意思，差2分60。一，根据对话内容，选择正确答案。一，他们说的是哪次考试？二，女的哪门课的成绩最好？三，女的哪门课考试不及格？